货带来了，嗯，赵老板欠我把这包东西送你，请你们熊老大付8万块钱，交给我再回去。上次送来的货是假的，所以这次不能付钱。不行，如果你们不付钱，那我就把货带回去。告诉赵建飞，这次我们摆明了是硬吃的，就因为他的算盘太精，不上路。他有什么法宝，让他使出来好了。 被告郭武龙犯有前科16次，曾经判刑入狱，负刑期间久为丙上级，出狱后仍不知悔改，混迹非法集团，作奸犯科，危害社会，罪证明确。该案涉嫌女子宋雅丹，同日上午11时携带违禁品于被告郭武龙接触，显系有不法行为。该案可能另有同谋。 现警方正在查证中。雅丹，是他，一点不错，是我的一妹宋雅丹，是他害得我子女离散。10年了，我的老伴儿已经去世10年，我带着2个没有妈妈的孩子。 过着孤独寂寞的凄凉日子。我是个按时上班的公职人员，对2个孩子的教养问题，我面临着困扰。考虑再三，我把亚丹夫妇请到家里来同住，有他们夫妇在家，大豪跟小月就有人照顾。谁知道这是个错误的选择。 他们对大豪、小月并没有好感，2个孩子不但没有得到照料，反而经常受他们的欺负。在一个深秋的晚上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哎，妈的，白开水啊！去倒杯茶来。去，我要喝茶。 我爸爸都喝白开水，没有茶。你说什么？你爸爸算什么东西啊？亚丹，看在你去世姐姐的份上，也应该照顾这2个孩子。姐夫，孩子是你的，关我屁事。你不要去上班，在家里陪着他们好了。
你这个话有道理，我爱听啊。你给我搬出去。嗯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忘记了，是你请我们搬进来住的。现在你又让我们搬出去呀、啊？没那么容易。好，你等着。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叫警察赶你！他妈的！哎呀！非法集团，这件案子不单纯，幕后必然有人操纵，我要彻底调查。本案尚需深入查证，定本月21日再审。被牵连女子宋雅丹交保候讯，被告郭武龙还押。退庭。几年不见，你老了好多。在法庭上，我都不敢正眼看你。我也没想到你竟会牵连在那件案子里。谁让我走错了路？怪谁呢？我也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才好。不过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晚了，难以自拔了。需要我帮助些什么，你尽管说出来，只要不抵触法律。谢谢你，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到这儿来只是想看看你，请你原谅我过去的一切。刚才你没有当庭宣判那件案子，我知道是因为我牵连在内，使你很为难。不是的，我肯定那件案子幕后有人操纵，所以我要彻底调查。我希望下一庭不是你审判。为什么？
因为我不可能说出幕后人的名字。是不是有歹徒控制你？我的事你无法了解的。你要知道，这是法治国家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拜访大法官。我不欢迎你们这种人来。大法官铁面无私的作风我们是知道的，不过呢，郭武龙的案子别再追什么幕后主使人了，请你早点接案，这是我们一点小意思啊。我是根据犯罪事实来判案，想拿钱来买通我是不可能的。既然不给面子，你会有苦头吃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你。什么？你们想威胁我？把钱拿走，给我滚出去！你看，哼，啊。你是软硬都不吃啊？怎么，要我叫警察来吗？啊，我特别提醒你，你儿子就要出狱了。你真了不起，官司惹上身无所谓，搂着个女人不闻不问，死人不管。告诉你，这件案子你脱不了身。钱能通神，保证下一庭没事儿啊。现钞五万，我就不相信打不动法官的心。你知道我是他什么人吗？姘头。什么？你是老姘头，我才上任三天，新姘头。你。别吵！老板，老板，红雪峰好难对付，钱不收，软硬都不吃啊。有个办法可以叫老小子低头。说，洪雪峰有个儿子犯了杀人罪，明天出狱啊，我们可以吸收他对付他父亲。洪大豪，民国55年9月10日犯杀人罪判刑。
65年9月9日服刑期满，今天你可以办出狱手续了。你从12岁进来，今年已经22岁了。可以说，你从不懂事的童年到成年，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，监狱里长大的。你走出这个大门，踏进社会，也许你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，但是你必须坚定意志，力争上游，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。尤其你父亲在司法界是很有威望，你要给他争面子。这是我的卡片。如果有什么疑难而解决不了的事情，随时跟我联络，我会尽力帮助你的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再犯错误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去办手续了。是。我是来接你的。接我到哪儿去？接你回家呀。家？我早就没有家了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可是我们也应该回家去谈谈。不必了。假使你像个做父亲的不那么窝囊，我也不会坐牢。我杀人还不是为了你。我为了维护自己的父亲，没想到父亲会把儿子送进牢里。你只知道法律，因为你是个大法官，是吗？比别人快。小玉，你也是来接哥哥的？哎，是你把哥哥送进这个大门，现在又何必猫哭耗子假慈悲呢？哥哥，我们走。说什么才好？不用客气，有限的很。东西放里边。
这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？哦，是电影明星，这是 Charles Bronson， 那是 Alan Delon，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看他们片子。啊，今天应该庆祝一番，我请客，我们吃饭去。好。让我们敬大豪一杯，祝他有一个新的生活。谢谢。哥哥，我待会儿去报馆上班，你可以跟菲列出去走走。不，小月，我想吃完饭去会一个朋友，是过去老李的难友。啊，也好。啊，你找到你朋友的住址吗？你放心，我们早约好了。哎，啊，大豪，这点钱你先拿着用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我们是自己人，不用客气。你刚出来，身上怎么能没有钱呢？等你找到工作，有了钱再还给我好了。哥哥，你拿着用吧，这是菲列对你的一片诚意。好，这笔钱算我向菲列兄借的，等我有了工作马上还给你。不客气了。好、哎哦、小月、嗯、你该去上班了吧？哎呀，我时间到了，我该上班去了。我跟朋友约了3点钟，我们一块儿走吧。你能不能给我找份工作？我心里慌得厉害。你想干什么呢？随便干什么，管吃管住，有点零用钱就行了。啊，我替你想想办法。哎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好，我在一家私人公司。哎，对了，有机会，明天晚上7点钟我一定带给你一个好消息，啊！有消息吗？谈过了，他正急着想找一份工作。我约他明天晚上7点钟给他消息，带他去见老板，别提起他父亲的事情来。是。啊，要是他问起公司的业务，记住，别把秘密泄露出去。知道了。你能干什么？随便，你看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送货、外带、收账，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是。不懂的事情不要多问。是。先支你一个月薪水，换换行头。还给你，谢了。哎，你怎么没用掉呢？我找到了一份工作，送货、外带、收账，很轻松。真的，哥哥，恭喜你啊！老板很慷慨，先发了我一个月薪水。你要注意，有些公司不单纯。菲利，你怎么想的比人家复杂呢？还是小心点好。我什么都不怕。
上个月我派人送了一批货给熊老大，怎么让他给硬吃了，还惹上了一场官司。这件事情我心里始终不服气。你想把钱追回来？货被刑警给抄了，可是他不付钱在先，这笔账我该跟他算。那批货值多少？8万。告诉我地址，我去。这时候他正在东海游泳池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就回来。赵老板派我来跟你收8万块，请你付出来。他妈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支票，行，有2000，前后不到1个钟头，办得干净漂亮。小事情，辛苦你了啊，去轻松一下吧。谢了。肖组长，你好。怎么样，最近干什么？找到工作没有？跟朋友合伙做生意。哦，很好啊，做生意有发展，可是要做正当的生意。哎，邪门歪道的路子不能干。是。洪法官好吗？好。你有一位模范的父亲做榜样，将来会有成就的。我对你有信心，好好的干，啊！啊！别忘了我对你说过的话，不要再犯错误。是。问题很简单，欠账还钱就没事了。是啊。你以为我们有那么多闲空，一趟趟到你这儿？我们没说不还呢，可是利上滚利，我们怎么负担得起呢？最近我又生病，花了不少钱，实在是凑不起来。这些话我们不听啊，当初你输了钱自己写的借据，怎么现在又推三阻四的？你自己看看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12000是你欠的，加上这么久的利息，一共是48000，明天到期，你看怎么办？才几个月的时间，利息怎么这么多呢？怎么，你嫌利息高，还有比这个高的呢？爸，这是今天的药，医生说每4个小时1次，多喝开水。啊，佩琴，你先进去。我们谈点事情啊。啊，
想不开嘛，放着聚宝盆不用死脑筋呢。请你们不要打我女儿的主意好不好？我们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们的。哎，好，明天晚上12点，到时候不还，不三不四的人可就要上门了。车，对付一个小女孩子，你们三个人还不够吗？嗯，你们干什么？哼，你父亲欠我们老板的钱，今天到期不还，拿你抵押。那是输的钱，我父亲从来不在外头赌钱的，是上了朋友的当。喝醉了酒，受骗了。哼，我们是奉老板的命，你看，这是你父亲写的借据。少跟他讲废话，放手！你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救救你们！放开我！放手！你小子有神经病啊！别随随便便写这种条子，抓在坏人手上就有麻烦。谢谢你，请问贵姓？别问这些，认识我这种人对你没好处。我跟那些人一样，也是坏人。不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是好人。你判断错误。说老板你不相信，说给任何人听，人家也不会相信呐。可是他帮小妞打自己人，还有撕借据，这都是事实啊。他有这么大胆子，吃里扒外。前几档子事儿做得顺手，您说他做得漂亮，捧了他几句，他就自以为了不起了，真是可恶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要提醒老板，万一他跟他爸爸暗地里联起手来对付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太平了。你认为有可能吗？哎，总不能不防他吧。调查他跟他的爸爸到底有没有勾当，我要给他吃点苦头，杀杀他的威风。哎，你把这箱货送到新南洋车库，收货人会把钱交你带回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，多少钱？12万。哦，你们还没有见过吧？洪大豪，亚丹，我的私人秘书。老板，我先走了，明天晚上把钱送到这儿来。是。小杜，你打个电话给毕老二。毕老二，老板，跟他怎么说？叫他带几个好手，埋伏在车库。
修理他一顿，然后再把箱子给我劫回来。老板，您真有一套，不给这小子吃点苦头，往后他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哥哥知不知道那批人都是坏蛋？你想他怎么会知道？他替那批人卖命也是有目的的，求表现。对，可怜他从小在监狱里，外边的事情他知道的太少，糊里糊涂就被坏人利用了。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要让那批人知道洪法官是洪大豪的父亲，这样他们就有顾忌。我先谢谢你。谢我？把我哥哥从黑暗里拉出来。我会尽力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是不是送货来的？一手钱一手货，请把钱亮出来。哼，想拿钱就得亮本事。出来。垂头丧气了，下次小心点就是了。第一次就把事情办糟了，抱歉。这笔钱我应该赔出来，12万块钱飞掉，照理是应该让你赔的，你哪有那么多钱赔呢？算了，谢谢老板。好，明天郭五龙的案子开庭，你跟小杜去一趟。郭五龙是谁？是熊老大的人。这件案子是由你父亲洪法官主审。我父亲？你在场的话，你父亲就不会追根问底了。不一定管用。不是让你去说亲，只要你坐在旁听席上，让你父亲看见就行了。好，我去。
庭上法官所提出的证据与事实不符，我根本与郭武龙素不相识，他做什么犯法的事我也不知道，请庭上明察。根据涉嫌女子宋雅丹证词，显然系受威胁翻供，本席认为被告郭武龙所犯罪行幕后必有主使之人。法治国家不容幕后教唆者逍遥法外，特会同警方彻底追查，缉捕为非作歹者归案，被告还押。退庭。上来向我示威，我要扫除这批危害社会的败类，让他们一一落网，在法律面前认罪。吴老伯，我叫潘飞烈。您每次审案子我都来旁听。我很欣赏您的作风，不畏权势，铁面无私。哪里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有，我特地来告诉您一件事。您的儿子跟一批为非作歹的人鬼混，这样下去前途很危险的。这是你儿子的地址，你最好去劝劝他脱离他们。我走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再见。老板，洪法官找上门来了。几句话，你不该在这鬼混。我自食其力，没有什么不该。难道你还想回牢里去吗？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判我十年了。大好，我对你太失望。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，我不是孩子。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，谁也救不了你，也帮不了你。我不想靠任何人，您多保重。好。真有点奇怪，他怎么知道地址的？
这根钉子不拔掉，我们就不太平。人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不怕你错，就怕你不知错。你认为是我错了，你想一想，这个错是谁种下的根？也许十年前是我的错误，不过我们不能让错误再继续延续下去。就让我错下去吧，让我自生自灭好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总是我父亲，所以我特别提醒你，以后这地方你不要来，因为你是个大法官，我的朋友都不欢迎你。你的朋友？总算你还认我是你的父亲，我很高兴。我走了。你也不要到法庭去，法庭也不欢迎你。被告郭武龙走私贩毒，赃证明确，现有前科16次，恶性重大，处有期徒刑10年，褫夺公权8年，幕后主使犯赵某，敕令警方通缉归案，被迫女子宋雅丹，为查被告所犯非法勾当，姑念无知受骗，本席给予自新机会，判缓刑2年，交保当庭释放。退庭。老婆，老婆，受伤了没有？没什么。哎，你不是告诉我大豪地址的那位吗？就是我。老婆，您今天在法庭上宣判那件案子真痛快。哎，没什么，我是根据事实判案的。啊，老婆，我佩服你，你是位最坚强的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您的儿女都不谅解您呢？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啊？我认识小月。啊，你认识小月？是，老婆。小月她在哪儿？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她？其实她应该来看您才对啊。老婆，您放心，我会想办法带她来看您的。好，好，谢谢你啊。你这个笨蛋，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。第一次撞不着，就不能把车的掉头再撞吗？还怕撞不死他吗？是吗？当时我已经把车头调过来准备再撞，没想到潘飞烈那小子跑出来把老家伙给扶住了。您说我怎么能再撞呢？哎，大豪，你来得正好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你知道那天在车库打劫你的人是谁吗？是谁？你绝对想不到，是你未来的妹夫潘飞烈。他怎么会？哼。
原来他是熊老大的人，你在车库被他们修理，也就是他在幕后策划。我去问问他。你问他，他会承认吗？对付这种人就不能够客气。大豪，你又总对付他吧。什么话，他对我不仁，我就对他不义。不要这样冲动。你管不着我。赵建飞讲的话绝不可信。信不信是我的事。虽然我讲的话你是听不入耳的，可是我不忍看见你被人利用。我是个从小在监狱里长大的人，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人我没见过，用不着你来假惺惺。你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，我会听你这一套。你说的对，我是一个坏人，可是我不愿意看到你去犯罪。啊，大豪，喂，你是潘飞烈先生吗？是啊，你是哪位啊？你不用问我是谁，我告诉你，有人要找你麻烦，你要当心。你讲清楚点，你到底是谁呀？我只能告诉你，我认识小月。喂，喂，你来了。哎，写什么呢？一篇卫生专稿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马上就写完。嗯，啊，哎，小月，刚才有个女人打电话给我，她说她认识你啊。哦，我所有认识的女朋友里边都不知道你电话。是啊。他说有人要找我的麻烦。会有这种事？我问他，他也不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最后他只说认识你，就挂断了。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得罪过人呢？没有啊，我的作风你最清楚了，我一向是与世无争。主任，您看看行不行？哦，好了，你可以下班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走吧，好，回去了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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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再见。
我来。我真不是人。算了，我们也不要太责怪他。他现在变得一点人性都没有，跟那批人鬼混，迟早再去坐牢。他这样做也是不得已。刚才那人拔出刀来要杀我，要不是大豪故意在我腿上捅了一刀，也许我就没命了。你还在帮他说话，我可不原谅他。他这种行为太卑鄙了，我恨他。飞烈怎么样了？挨了一刀。你把他打伤了？客气。你就不怕伤了小月的心？不管你怎么恨我，我还是要劝你赶快离开这儿。跟他们混下去，你的前途就完了。大豪，你应该为你父亲着想，不要再让他伤心了。你现在想到我父亲了？过去我是错了，现在我想弥补过来，不希望你再堕落下去。赵建飞是个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，他有几件案子落在你父亲的手上，你父亲查处幕后的主犯是赵建飞，就下令追击，所以赵建飞害死了你父亲。他知道你跟你的父亲不和，在你出狱以后就设法把你拉进他的组织，目的是拿你来威胁你父亲。你应该了解，你父亲是个奉公守法的法官，现在你跟赵建飞混在一块儿，不是让他为难吗？你送货被劫，根本就是赵建飞故意设的圈套，事后把事情赖在飞烈的头上，煽动你去杀飞烈，离间你跟小月的兄妹感情，间接刺激你的父亲。既然赵建飞是这么个人，你怎么会跟他混在一块儿的呢？那天晚上发生事故以后，我离开了你们家，那段日子茫然无主，到处流浪。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，我认识了赵建飞。那个时候我正需要一个靠山，他既然对我有意思，我也就顺水推舟依靠着他，至少我可以暂时解决生活问题。他把我控制在手，我变成了他运送私货的工具，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得顺从他。有时候事情办糟了还要挨打，他是一个没有人性心狠手辣的家伙。我曾经想离开他，可是我自己没有生活的能力，离开他又怎么办呢？这种日子过了十年，我真不知道我活着有什么意义。过去我对不起你父亲，现在我想弥补过来，不希望你再错下去。我父亲窝囊，我看不起他。不，以前我跟你的观念是一样的，可是现在我知道他才是一个勇者，不怕权势邪恶，而且还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。你现在站在跟他敌对的立场是不对的，他是正义的一面，你呢恰巧相反是邪恶的一面。你想想
这十年来，他那孤独的生活是多么痛苦。是谁造成的？是我们。你应该去看看他，跟他谈谈。大豪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听我的话，去看看他。我们的底牌都让他给揭穿了。老板，现在你总该相信了，怎么说他们也是一家人呢，两个奸细在这儿卧底，再配上那个老小子呢，他们是里中外合，咱们是里外受敌，可麻烦了。昨晚上我就看出来了，小贺刚一亮刀他就跑出去阻挡，然后在那小子大腿上来一刀，交差了事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他是故意救那小子的命。哼，总而言之，现在咱们是被他们围在笼子里宰。好好的计划一下，一个个的干掉。大豪，你必须坚定意志，力争上游，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听我的话，去看看他。救过我的啊，是你。你父亲的情况好一点了没有？比上个月好多了，谢谢你。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回家？别跟我一样整天在外边游荡。我刚下班就回去了。
难道这是苍天赋予我的惩罚吗？我日夜盼望儿女对我的谅解，我将向他们倾诉这漫长岁月的思念和期待。你来做什么？那天我是不得已，我想来解释一下。我不要听。小月，请你立刻离开这儿。好，我立刻就走。只是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飞烈现在怎么样了？谢谢你，他很好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妈，通缉我？我看那老小子是跟我干上了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大豪绝对有问题。他跟他的父亲百分之百的有联络。这小子最近鬼鬼祟祟，昨天一夜没回来。我猜想他一定跟他父亲里应外合来打击我们。12点半，你到郊外的仓库去一趟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谈。你要准时到，我在那儿等你。老板，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任务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亏待你了？没有，只是我不想干了。最后一次，好。我答应你，谢谢你，那我走了。你先回家去吧，我跟小杜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很晚才回来。你们去干什么？谁想反叛我，谁就要倒霉，我不是好惹的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小杜，老板，他会出卖我们，跟踪他。是。
你来干什么？我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谭飞烈在不在？你找他干嘛？找他去救你哥哥。哥哥？我没有哥哥。我知道你对你哥哥还怀恨在心，可是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你说吧。赵建飞设计好了圈套，要对你哥哥下毒手，想来想去只有潘飞烈可以帮你哥哥。啊，有这么严重？嗯，非常非常严重。你赶快去找飞烈，我走了。喂，喂，啊，喂，雅丹到我家，说赵建飞设计好了圈套要害大豪。今天晚上12:30，在郊外的仓库里。哼，我早料到会有那么一天。现在是10:20，还有2个小时。你看怎么办呢？啊，听我的话，去看看你父亲。我先送你到你父亲那儿，然后再去找大豪。你父亲是个老好人，他老人家很想念你，你应该给他安慰。有人要害他，啊，赵建飞他们今天12:30要害大豪。好狠毒的流氓，我不会放过他们。小月，你在这陪着你父亲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小月跟我来。被他们设计了圈套，你去了会有危险，最好不要去。我跟他的事我自己了，别逞一时之勇，对你无益。
打个电话给肖组长，告诉他我又犯了错误。谢谢。同志好，我约你来是想让你知道我赵建飞也不是好惹的人物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哼，你到我这儿来的目的是想查我的根，摸我的底，现在我做什么买卖的你全清楚了，我是什么样的人物你也全知道了，所以你想借口不干，想跟你父亲里应外合抄我的根去立大功。哼，我没有你那么卑鄙，我说不干就是真不干了，你不用栽我。栽你？你们抄我的后路，我就不让你活。亚丹出卖我，我已经把它解决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了。知错能改，我对你仍然有信心。被告赵建飞，现年38岁，曾有伤害、诈欺、伪造文书、妨害风化前科9次，列卷在案，出狱后仍不知悔改，重操旧业，变本加厉，
经营赌场，走私贩毒，并教唆杀人，视人命如草芥，罪行重大，判有期徒刑15年，褫夺公权12年。第二被告杜海山，服从赵建飞之唆使，明知被害者毫无抵抗能力，而加以惨害，直至于死，罪大恶极，处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第三被告洪大豪，湖北黄冈人，现年25岁，受赵建飞之诱迫，误入歧途，伙同犯罪，为被告洪大豪终能急流勇退，协助警方破案，足见深具悔过自新之意，特予轻判有期徒刑2年，以利自新。上述被告对本庭所判如有不服，10日内可向高院上诉，各被告还押。退庭。对您抱歉，因素太多，感慨太深。爸爸，以后我不会再使您失望，原谅您的儿子。你能勇于改过，我很安慰，我也很骄傲。你是个好孩子。谢谢爸爸。时间到了。经过这个教训，大豪一定会好好的做人的。爸爸，我们会常常去看哥哥的。哦，造成这次不幸事件，我也逃避不了责任，所以我准备住到乡下去，静下来的时候自己检讨一下。爸爸，啊，你没有错，是我们不懂事。菲菲，你要好好照顾小月。老伯，您放心好了。谢谢。
保重。